一早起床肚子饿到不行，网友点了份培根吐司，打开来看却超傻眼，没有蛋也没有生菜，培根还只有半片，一份要35块钱，气到抓起吐司片用力砸下去。实在太生气，把影片PO上网，引来网友留言。培根是买吐司的赠品吗？至少要加个蛋，好歹也要来点生菜，这应该是叫外送的吧？不太合理，有点凄凉。我觉得应该不太丰富吧，应该不是这么的单薄。其实多花是没差，重点是里面就一片培根而已。实际来到被控诉的早餐店，培根吐司25元，加蛋35块钱，外送平台则是不加蛋就要35元。平台跟我店里来跟我买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。业者澄清，开业30多年，吐司都不加生菜。相同例子还有这份打抛猪肉饭，一碗饭加上一球打抛猪卖120元，PO上网后被其他网友笑说，宁可买鸡腿饭，揉成一团比较贵吗？是恐惊的吗？如果是外送平台，价钱还算正常。我们现场是卖90块。但是如果你要嫌贵的话，其实可以来店家打电话来订购。业者喊冤，跟现做比起来，卖相本来就会差一点点。叫外送已经成为不少人生活习惯，想要方便，通常得多掏点钱。同样的品质，价钱多30%，民众得自行衡量。记者杨树、王淑红，高雄报道。